哥哥姐姐说故事，哥哥姐姐说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柠檬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树哥哥。今天我们要来说的故事是有一个爱比较的故事。但是在说故事之前，我先来请问一下小朋友哦，今天是哪两个东西爱比较呢？我知道了，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提示，就是呢，我们早上闹钟叫的铃铃铃铃铃铃铃，然后打开我们窗帘就，是什么东西？答对了。那再来第二个爱比较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在冬天突然吹过来，觉得啊啾，好冷哦，那个是什么东西？没错，我们今天就是要讲太阳跟风爱比较的故事。今天要看他们两个比赛咯，那来请小朋友猜猜看，谁会获胜呢？太阳跟风谁会获胜哦？觉得太阳会赢的举手。Q 妹，第二两票，好，手放下。觉得呢风会赢的请举手。我觉得 Q 妹很公平。可能两个会平手，可能会平手了。对，但是呢，好像风的票数比较多了。好，手放下来。那到底呢，太阳跟风谁会赢呢？我们就来听故事吧。有一天，太阳跟风出来要比赛，看谁比较厉害。这时候，风就对太阳说：“啊，太阳啊，我呢一定比你强。”而这时候，太阳也很神气的对风说。你怎么可能比我强啊，风！看你弱不禁风的样子，我太阳才比你强100倍、1000倍，甚至是10000倍！会赢10000倍？这时候太阳跟风都互不相让。这时出现了一个小男孩，他对太阳跟风说：“嘿，太阳先生，风先生，不然这样子好了啦。”你们要比赛的话，那我就想一下啊，你们来比，看谁可以先让我把身上这个外套脱下来，他就是第一名。这时候太阳跟风就很努力的要让小男孩把外套给脱下来，风呢就发挥了最大的力量，吹最大的风，慢慢的，结果小男孩反而把外套包得更紧了。这样谁会脱外套啊？这时候换太阳喽，太阳就放大光明，慢慢的给它照射，照射，照射，这个也太热了吧！我都流好多汗了，把外套脱掉了好了，太热了吧！所以这时候小男孩把外套脱掉了，那小朋友是谁获胜啦？太阳成功的让小男孩把外套脱掉，所以太阳获胜了。但是小男孩这时候说，我们还要再比第二回合。第二回合比赛要怎么比呢？要看谁能够让小男孩把风筝飞得最高，谁就获胜了。这时候太阳跟风都听到了，好，我们要更努力的让风筝给吹到更高更高去。那太阳呢，一样放大光明，慢慢的来照射一下，照射，照射，照射，风筝飞起来吧，飞吧，飞吧，飞吧！结果风筝就停在那边，一动也不动。哇，那接下来换风喽，它开始很大力的吹，慢慢的吹，结果风筝飞到哪里去了？哇，风筝飞得好高好高。那这个回合是谁获胜了呢？风。第二回合是风获胜了，所以第一回合太阳获胜，第二回合风获胜，所以他们平手。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！那我知道了，大树哥哥，这个故事呢在告诉我们呢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那小朋友们，
你们知道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是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。啊，哥哥来跟你讲哦，就是呢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适合的事情可以去做。那如果这个你不在行的话呢，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一定有你在行，有你厉害，有你拿手的地方哦。像是呢，柠檬哥哥我呢，我很在行打节拍。像大树，我好像就没有办法了。是哪个人呢？有自己在行的地方，所以像柠檬哥哥呢，以后呢，想要当一个饶舌歌手，当个音乐家。哦，所以大树哥哥比较不在行这一切，大树哥哥比较会写字，写字很漂亮哦，想要当一个书法家。哦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才，我们不要去跟别人比较。自己就是最厉害、最独特的那个人喽。那就请小朋友跟我们分享一下，你们将来想要做什么，好不好？啊 ，Q 妹速度非常的快，那你将来想要做什么呢？医生。医生，医生有很多种呢，有看了，有皮肤科啊，还有肠胃科啊，有很多科。你想要做什么医生？牙齿。牙齿。牙科医师啊，很棒，牙科医师很棒，好好的加油哦。好，那还有谁要跟我们分享？举手。好，云溪。我要跳舞。什么舞蹈？舞蹈有好多种。芭蕾舞。哦，想当芭蕾舞者，对不对？嗯，芭蕾舞很厉害，就是要练身段，非常的厉害。那琪琪你呢？我是想要成为那种 MV 的，当 MV 唱跳歌手吗？哇，歌手哎，好期待哦！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先认识一个将来的大明星了。哎，对，等一下先要签名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再来问一下，那东东，你将来想要做什么？地板。地板，嗯，是擦地板吗？拖地吗？不是，那是。哦，像小朋友呢，有跳芭蕾舞的啊，有 MV 舞者啊，这个呢，东东想要当地板动作的舞者，哇！但我觉得我们好幸福，身边好多会跳舞的人哦，哎，太厉害，可以请教一下他们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那再问一下蒂儿，你将来想要做什么？画家。画家，很有艺术天分的感觉。嗯。像我，好像一点天分都没有。他说：“哥，你不要这么想，就像刚刚我们说的，是什么？”天生我材必有用。你虽然不会画画，可是呢，你有会写字的天分呢。哦，所以我们不要去跟别人比较，自己拥有自己的特色才是最棒的哦。没错，我们要朝着我们的梦想迈进，好不好？好，太好了。那下一次再跟着哥哥姐姐说故事。